但是我着急要去摕啦，我嘛是要加陪你一挂时间啊。我甲迄个即个晓甲你当作贼仔咧提防的李俊豪比起来，我是不是更加是阿弟？卖伫即个时阵讲着迄个名啦，足扫兴的呢。那安尼着讲你需要我啊，讲你永远永远永远拢袂当无我。我一世人拢袂用无你，安尼行袂？背景哪会这么平息啊？那是永世集团的停车场。哦，那里底男女主角穿的衫，甲恁两个拢相共呢。哇！啊，你这个小秘书啊，你拄则不是讲为着恁翁仔某，啊，你都偷摕晋柔的客户案给王玉龙，佮讲为着恁翁仔某好。你搁快递这个客户案，嘛快递这个做太太的关怀，啊替太太甲翁婿斟酌。你这个小秘书的服务，真正是一条龙，使命必达。这么啊大心啦，你甲所有做太太的代志拢做了了，让太太感觉真轻松。你真正是为恁好吼。对了，那当阵我只是想要感谢千娜，一时情绪太过激动啊，所以才现阵的。不过阮并无。你讲你这项袂当无义，安尼我，我袂安怎？静茹，妈回来，你遐坐一下。哦，哎，是你。静茹，不管安怎，拢先冷静一下，爸让你一个工作。是你啊。你竟然敢骗阮大姐，你一届搁一届偷食，阮这一届人命就找袂只嫁乎你。陈燕，咱家认定，真正你甲严小青偷来暗器，我当作你一时糊涂，我无要甲你计较。啊，我即马看起来，你头前一个关系啊！你甲讲，除了刘杰那以外，是毋是外口还佫几大堆啊？你是不是拢在欺负静茹？你是安怎会来欺负静茹？你是我心头吗？不是来让你操蛋的。你敢袂记？你有答应我？我这刚刚是无爱伊啊！你袂当怕伊，袂当骂伊，你袂将伊幸福我？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你拢做袂到？结婚无一档的，你结婚无一档的。我管他恁老外好呀，欺负阮大姐，我都袂放你煞。我靠！你大汉的嘞，想到你跟你妈妈无共。
早就怀疑你甲一良啊，嘛偷偷甲你暗示过啊，你这只口舌我拢唔知影哟，你到底在想啥？姐，刘谦那是啥物款的人？你即马看好清楚啊吼！你唔免阁同情伊，让伊妈出卖。非得哦，伊若敢来咱家，我就摕乌塞甲伊砍，把乌甲伊剁，甲伊好好出去啊！妈，我知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，也毋过我爱金龙，是我自私糊涂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你老公你也好好疼惜我这个妈妈，就算我你后摆大汉结婚啊，你嘛好维持你的家庭。结果才偌久？你来甲你三三十年来，怪罪阿水所讲拢放袂记啊，是毋？我甲你讲过，只要你甲我坦白，妈妈跟我同替你处理。啊，不过今我无资格开嘴啊！你家己想清楚。要安怎处理？妈，我会改，我一定悔改。我袂，我甲小兰哥哥提啊。你骗一遍无够，今麦阁骗第二遍。伫阮抓饭店，你往张婷的时阵，你嘛是讲你也袂甲这个查某有任何牵牵啊？结果呢？一个歹代志做遮尔济个人，会当活到即马，当收几十年的幸福，已经有够啊！所以我决定要甲张家良做伙死，因为报仇是我即马活落来的唯一目标啊！那不是你，一个刚伫阮爸边啊喷金豪风，一直搞脏啊搞不了，我压力开这么大。你不要想啦，洪总，别安尼啦。阿叻，你的赵尚豪。敢真正会是当年的迄个囡仔？迄个笨蛋，毋是讲无要认，你巴肚掠囡仔。啊！你爱我，这么残忍放弃这个孙，我干那把酒客家受了我王家的公骂吼，我真正是做袂出来。迄是恁王家的代志，莫讲伫外口甲人偷生囝，连外口有人都袂用的。只要伊龙甲王总裁要得这囡仔，我就有法度家己亲手留落来，做王太太。手机定位到这无讯号啊，啊，不过。我这张截图一只无对，是啥物人遐尔好心，通通报信。张家良，想好你甲郭小刚好好发现的时阵，无发生任何不应该发生的代志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让伊死无葬身一块。你安尼想过分啊？我甲我朋友真够结婚。思念。